软糯香甜的米糕喜欢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玉，一块做吧。200克大米浸泡6个小时，紫薯洗净去皮切小块，上锅蒸20分钟。泡好的大米加入料理杯，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白糖、水与大米齐平，反复2-3次打至细腻。打好的米浆倒入盆中，加3克酵母，充分搅匀。加50克面粉，充分搅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发酵2个小时。蒸好的紫薯压泥备用。发酵好的米浆，消泡搅匀，倒入刷好油的模具中，倒入紫薯泥，轻轻搅拌，放99个葡萄干，别开上锅，大火蒸20分钟。出锅啦，软糯香甜 Q 弹，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满满的紫薯特别好吃，喜欢记得关注哦。